刚才一直没有讲到郝市长。大家好，我是飞小鱼，今天请了这个是原来这么大的一场赛事，就是这个十几万人的这个台北马拉松哦。原来它幕后最大最大，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说是路协承办的，那我们不得不讲说，也许可能路协这几年有一些些做法上面可能会让资深的跑者，然后可会有一些些批评的声音出现，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才知道说，原来 Peter 他用的是这么高规格，然后他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细心，然后面面俱到。那我在想说 Peter 可以克服万难，居然刚刚我才知道说他是到交通大队还台北市那边去谈，然后才知道说好不容易去争取到七点开跑，那让大家可以享受这个。那 Peter 你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中间你还克服了什么困难，然后中间有哪些可能是面临接下来的挑战？一开始的困难都讲过了嘛，刚开始大家都不看好这个赛事嘛，也没把它当回事。那但是你第一年办得很好，那两位市长就是马市长跟郝市长，就觉得哎，办得这么好，那他们就给予的资源呢，就相对的也好很多。那交通大队的同仁的辛苦呢，也慢慢了解到说，这个辛苦呢，随着这个马拉松的走红啊，也比较不像以前那么苦了。也就是说，一个赛事的成功啊，它是靠所有人都用一个比较积极的热情来参与，那用比较宽容的态度来看一些事情。那你说我们在办这几年办，你看我们有没有进步？其实每一年都在进步，每一年都在进步。比如说成绩也好，像今年我就觉得奖金这么多，200万的奖金，马拉松是200万的奖金，已经是世界排名前几名了。对，讲到这个奖金，其实你们我们刚刚一直忘了讲，就是说除了你们做了几个大创举啊，那个方 run 啊，然后这些，然后还有儿童马拉松，是是是，其实你们也结合了公益，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对对，其实很多人大概忘掉了，我们不管是安基或者富邦，在这件事情上的在公益上是一致的，只要你每个人你跑一公里他就捐一块钱，那各位想，我跑一个马拉松42块钱有什么了不起？对不起啊，如果是3万人跑，你想看那个钱是多少钱，那个力量就很大，这几年已经整个金额已经快2000万了付出去，那我要讲的倒不是说钱，这个钱我觉得当然数目值很大，最重要的是说在这背后有太多人默默的在努力了，那我们能不能办一个真的像纽约的马拉松那样，那当然是我们的挑战。那你想看纽约马拉松动员的人数，尤其是在2001年以后911那个事变之后，纽约马拉松那个安全防护啊，你想要做到滴水不漏啊，那个是不得了。所以我有一次就问他们说，你们这次动员的员警就是志工有多少？他说正式的员警呢，大概在25000人左右。我说哈，几乎是一个选手配一个警察了。对，那然后加上志工，大概3万个。也就是说，他要确保这个赛事啊，这4万人跑出去，安全的跑回来。各位不要忘记，纽约的马拉松的完跑率是超过93%、94% 的，就是93%、94% 是完跑的。那这个他今年甚至有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应该是纽约马拉松还是芝加哥忘记，就是一个孕妇跑完然后生小孩。是是是，每一年都有很多残障选手。其实很多残障选手，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对大家去查一个马拉松总是非常动人的。那我这边只在想说，针对台北马拉松，他今年已经进步到说你不用再跑到市民高架道路上去了，你至少是全平面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路线的规划是 Peter 你这边也有很深的参与吗？没有到那么深，但是我们你要知道，我要面对的，我们毕竟是我们去资助路协跟市政府，那市政府是授权给路协了，那路协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是说，你想看他从原来一个平常办比赛只有3-5千人的比赛要进到10万人，那这几年路协坦白讲在这个方面他是也是需要快速进步的啦。我们都对大家都对路协就是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可以更好这样子。是，那也就是说
因为眼界已经开了嘛，每个人都希望那个标准往上提高了。嗯，那我觉得这几年市政府是不用讲了，我就说两位市长都尽心尽力支持了，那旗下的单位也都尽量配合。那交通队啊，交通大队来讲，这几年他们也是已经接受了，就是起点开放这件事，而且我们真的讲没有出什么事嘛，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啊，大家把这个马拉松那一天把它做好，已经没有问题了。那选手人数一直增加，我说今年的选手人数已经到了我们快要考虑我们还需不需要办方 run 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再办这种三公里的。对，因为这个其实是让很多很多的跑者会觉得一开始啊，然后前面尤其是你跑到那个仁爱路一直到总统府那一段大树根本是跑不开的，就是用走的嘛。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就像我们小孩子走路嘛，从爬的到走的嘛，从走的到跑的嘛，跑的再到快速跑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大家一道来思考了。对，那现在我已经不是那个，我只是一个，我当年是因为是安基安泰人寿的顾问嘛，所以我在这件事的主导上比较要负比较多的责任。那现在大部分就是交给路协了。那路协这几年的进步呢，我想也许有些人觉得他进步的不够快，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就是跟全民的共识有关了。如果大家都关心这件事尤其媒体啊这些，那我相信他的进步快一点。那今年已经有很多进步了，比如说奖金又提高了，选手在平面上跑，而且是电视全程转播啊，这个电视转播我当年就一直想做，可是因为当年电视台的设备完全不能支援，一直都没有这个。对，今年也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进步是看得到，但是我们能不能说真的像纽约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伦敦马拉松那样，我们其实还是有进步的空间。那这些进步的空间就要不是靠主办单位了，是要靠选手，对，要靠路协，要靠市政府，所有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个本位主义啊先放在一边，全心全力来支援。那我觉得这个马拉松没有道理啊，它不会变得更好。那我记得有一年我坐飞机从香港回台北啊，那个时候海峡两岸还没有三通的时候，我记得那国泰航空的那个机师在介绍要快要降落就 landing 的时候，他说台北是一个很棒的城市，他这里头有101，对，有诚品书店，24小时不打烊，对，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马拉松。哦，那时候我坐在飞机上，真的是 一下子就觉得，前几年那些辛苦那些付出的那些努力啊，在那一刹那都觉得都是值得的。那现在这个台北马拉松，像今年你看40000。我那天看报名人数是43000人，这43000人是指全马、半马还有9公里的竞赛组。对，已经40000了。这个从当年我们开始的第一年全部的人数来看，这已经涨了差不多4倍了。那也就是说国内关心健康的人，关心跑步的人越来越多。那这个赛事的这个未来啊是璀璨的了。那我相信也很多企业啊也愿意，你看我现在看每一个马拉松都是很多企业嘛，什么维他路啊也好对不对，是大家都愿意了嘛，很多很多企业，而且现在企业来报名的也越来越多嘛。那个我们最大的一个企业报名跑步，紧爱跑吧对，这个也是你们那时候的 idea。 对对对，就是我们都尽量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刚刚也许漏的，就是儿童马拉松，我当时就是这样想，这些老的我可能叫不动了，我叫小孩子来跑，1000个小孩子，每年1000个小孩子来跑，1000个小孩子来跑，那他们跑完，他们就记得他们跑过马拉松，也许这些有些人会参加，而且这些小孩子来跑，家长总要陪着来吧，我就想，这1000个人至少每个人有2个家长来陪，就3000个人来，所以这个马拉松这个嘉年华呢，当时就想，这个顾到的第一个。我当年想要把人数冲高的短期目标，第二个就是说我也把跑步的种子啊早早的把它放下去。对对对，那这几年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学童的接力赛嘛、每一年现在参加的学校已经把它当回事了，前几年去年还有一个很会跑赢 马总统的那个，对，去年有一个学校很妙，但是这个中间也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就是台花莲是不是，对 对，还是那边有个跆拳道，然后他们全部都是小学生，还有那个六岁就来跑完全嘛，哇，那个事情超轰动的，对对对，大家当然关心这件事情就好了，那你就这样想，他可以跑完呢、那他至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嘛、那我们不能阻止他，因为他的确是可以跑。其实某个角度上来讲，很多的学者啊，或者是说他们会去讨论说这么早跑好不好，但是我有看他们那个放在 YouTube 上面，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周延的训练，我们很小心的、你各位要知道，我们会让他跑，他要先说服我们的、不然我们就不准他下去跑那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幸运、在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2011年、我们当中其实荣获有一些小的不愉快、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可是大致上来讲，这个比赛呢、它推动了全国的路跑的风气、以及企业愿意赞助跑步活动，对这几方面来看呢、它是有它的意义和地位的啦。那我想问 Peter， 就是说当然也我刚刚有跟您提到说有一些就是校马的人，就是大家会追求这个马拉松的数目字，那在您的认定里面